好，这是一个双电池，好，所以我们先把个别电池的正负极还有电压先计算出来。好，第一组左边的这一个的电压，一万电压会等于锌跟银的反应，我们抓锌跟银，给的都是还原电位，我们用阴极的还原电位减掉阳极的还原电位 0.76， 我们会得到 1.56 电啊 1.56 伏特。好，那右边这一个电池，右边这个电池它是镍铜电池，我们取镍跟铜，用 0.34 减掉负的 0.23， 那我们这边可以得到的是 0.57 伏特。好，再来看 题目里面本身的组合，锌银电池，锌是负极，碳的地方也就是银离子反应的是正极，镍铜电池，镍的活性大是负极，铜是正极。好，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的双电池是一个逆向串联，也就是逆接，逆接电池的电压计算方式，用比较大的电压 1.56 伏特减掉比较小的 0.57 伏特，我们可以得到 0.99 伏特，所以答案选择 C。